原标题毁了定陵的郭沫若，原配为他守活寡68年，子女多达11人。说起郭沫若，世人对他并不陌生，他的诗歌《天上的街市》还曾在教科书中出现过，他似乎是一个诗人，不过鲁迅骂他是才子加科罗茨基，也就是流氓痞棍。此外，关于郭沫若